现在这马总统不知道是有什么想法哈？他，我猜，我们来猜猜看，他心里面的三种。第一个，他是怕，他真的是会害怕，就是害怕就对，他就对认为我们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的路了。就是说，你不要跟大陆作对，我们就是害怕，就是这样。什么？这什么少年派？我们要跟老虎怎么生活了？就是忍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就是怕，然后学着跟那个过忍耐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嘛，之前就这样想，说把那个李安的拿来当比喻哦，这个人跟老虎啊，我们要学习啊，他们真的拿这个来宣传呢，我们要学习怎么跟老虎生活啊，你怎么跟老虎生活啊？你还怎么能跟老虎生活？就是它咬你的时候，你就慢慢就被吃掉而已啊！你还怎么跟老虎生活？你当然把老虎打死啊，或者至少要防卫起来，还学习跟老虎生活了。你看这些国民党是没出息。好，马英九的三个心里面想的，第一个他就是怕，我们就是跟老虎生活，没办法，他也不认为他自己打得过老虎。哦，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状况。第二个啊，他进入到这个自我面子坚持上面的这一点上，我现在这个坚持这个什么不退啊，是不是？坚持这个，只是因为我自己的面子，我都已经这样决定，就只是因为他个人的面子，当然也是有可能啦。我们来分析一下，就是他，就算是他这样子。也不是什么大错了。不过我们要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知道，我就是我的面子，我还是可以。还有第三种就是，他心里面真心的认为是对的。经过这个本大帅啊，大总统这个深思熟虑，我就觉得这样是对，对大家比较好。他真的觉得这样是对的。那支持他的这种只有什么？暴力讨债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如果真的是对的，怎么全社会支持你的只有一个暴力讨债的竹联帮嘛？暴力讨债每次被抓到都说他是竹联帮某某堂某某堂，怎么只有坏人支持他呢？对不对？那马英九等于坏人吗？那马英九就不是个好人啊？怎么支持你的只有坏人呢？是不是？暴力讨债贩毒，对不对？拥枪什么的，怎么都是社会的反派在支持他呢？那这是。好，马英九他三个心理，第一个就是他怕，他就是害怕，我就是这个你就是老虎嘛，我就没办法跟你对抗，我就是面对撒旦嘛，面对撒旦他不想跟撒旦对抗，撒旦叫他干嘛就干嘛，就是。撒旦，你叫我看一片，我就看一片；你叫我去干嘛就干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完全屈服了，对，他就是害怕。第二个就是他自己面子，我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第三个，他真的以为是对的。那妙了，出来挺他的只有谁？暴力讨债卖枪的，哇，只有坏人挺他嘞，对不对？过来。